上一期嘅銷量的確唔錯，跟住條線刮落去，一定可以。主編嘅人選我有諗法㗎啦，只係想再確定。係係係，下期書之後一定俾個滿意嘅人選你。放心，好嘅。董事長，時事版，OK，呢個時勢仲有邊人喺時事新聞㗎？如果唔係，我邊個去接手咧？要我做主編真係唔好簡單。 李家华，你喺度做咩啊？老总啊，其实我有啲嘢揾你。稿？其实今次嘅期刊，我想同你商。疑神疑鬼，算啦。揾我。 嗰陣時，李力社係中文大學畢業噶。係啊。咁我真係想問下你啦，你讀屎片啊？咁嘅標題係咁用？嚇？標題？你下期書嗰個封面啊，我叫你起個爆炸性少少嘅標題啫，你睇下你起到咩垃圾出嚟？咁老總想要咩標題？當家小心夜會情人。 个标题有咩唔好？好，你个老装屎啊！你个标题都唔识写，要写应该写淫魔男演员夜琴情妇啊嘛！噱头啊，咩叫噱头啊？呢啲先叫噱头啊，好唔好啊？有噱头先有销量，我咩名？其实我咩名我？仲出去重新，真系一个二个都系废柴，唉，真烦都烦死。 家华，呢度啊，呢度啊，呢度系嘅原稿。哎呀，多谢你啊，家华，冇咗你我都唔知点算啊。唉，你以后小心啲就得。你冇事啊嘛？ 点解个样咁唔开心？你老总闹咗一餐，我点会有好表现？唉，都系我唔关你事，系我就快顶唔顺。你要辞职唔做啊？咁样咁大声，唔好啦。我又冇话要走，只系响度谂，再留响呢种咁都冇计噶。出面事道唔好，我头先偷听老总倾电话。 话个女士试报好似趁机失自私版，系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试下。系嘅，要你委屈留喺呢度写八卦新闻，真系太惨啦。呢啲叫做咩咧？我话，大小姐终于用啱一个成语啦，终于唔使人帮你对稿啦。<笑>我都识啲嘢噶，不过我都冇咩实质经验同知识，就算我要求都冇可能。但系你上次私自去调查嗰单藏尸案。 仲主動去揾同死者有關嘅人做專訪，係，硬係覺得唔太夠。如果有啲更爆炸性嘅獨家新聞可以。
哈，連續肢解殺人案，這個主題勁啊！咦，大君，你怎麼過來的？你不是先……那邊的咖啡粉喝光，不過你……切，又來偷東西。其實都是忙裡偷閒咋，我們這邊忙到癲。因為這宗案？是啊，都是你們娛樂版舒服一點，壓力都沒有那麼大。誰說的？對著那個變態老總啊，我每天上班都超大壓力。你來時事版就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壓力了。不說了，還有一大堆事未做，遲些再談吧。真是啊，大君他們那邊每天都……喂，嘉華，你在想著什麼？連環殺人案？這個主題好爆啊。閉住先，你不是想查這宗案是吧？但是由哪裡入手呢？重案組。喂，你去哪裡啊？我出去。如果老總找我幫我頂住，唔該。佳華，喂，真是啊，搞什麼啊？喂，小姐，你不可以走那麼近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记者，我可不可以入去采访啊？当然不行啦，吞后，记者只可以去那边的记者区。喂，你是誰啊？你在這裡做？你不能進來這裡的，出去。不是啊，我是來找人的。請你立即離開。不是，你聽我說啊。放開他。志波？他的你件衫做乜又烂又污糟嘅？咁狼狈，唔似你喎。真是估不到是你喎。好久冇见。咩好久冇见啊？你点解插我电话？仲帮我？呢个唔系理所当然嘅咩？呢半年我一直都想打俾你噶，但系你就连一啲机会都唔留俾我。都分咗手啦，仲系你单方面提出分手咋？我冇应承过噶。分手点解需要双方同意？我就真系觉得莫名其妙咯，我真系。想解释啦，算啦，你嚟呢度做咩啊？呢度唔应该系你嚟嘅地方嚟噶。呢个系我应该嚟嘅地方，我系个记者，我希望可以采访到呢单案嘅资料。你系娱乐版记者啊？点解你成日都咁中意走去啲危险嘅地方做采访嘅啫？你理得我？点
解我同你讲嘅嘢你从来都唔会听入耳嘅啫？好好地咁跑下娱乐新闻唔好咩？你系都要插手啲咁危险嘅嘢嘅？我全理系毕业噶，我嘅梦想就系做一个企响前线嘅新闻工作人员，而唔系做狗仔队啊！呢啲咁危险嘅事就交由我哋警方去做啦，我哋嘅职责系保护你，保护你哋嘅安全啊！你咁样太危险啦！上次你唔系跟踪嗰啲乜嘢色魔，反而差啲俾人……我唔想讲啦。咁所以你究竟想嚟做咩啊？尸体搬走咗啦。啱啱搬走咗啦。你嚟依度想影条尸啊？佢哋唔会俾你影噶。咁至少俾我影一张现场嘅相，咁得啦啩？仲有，受害者系边个你知道未？同上星期嗰死者有冇关系？仲有，而家可以推测凶手系同一个人未？等阵，你点会知道咁多嘢噶？呢啲唔系报道咗出嚟啦咩？唔系、哦，我哋从来冇讲过呢单系连环凶杀案，亦都冇提过第一个同第二个死者有关联啊！你当观众系白痴噶？咁明显，我要你帮我。啊，帮你？系，我希望你将死者嘅资料话我听。发咩神经啊？我边有可能将死者嘅资料俾你啊？你一定要俾资料我。点解啊？你唔系想知道我同你分手嘅原因咩？如果你俾资料我，我就话你听。呢啲算系咩交易条件啊？我有咁公私不分咩？我又冇要你讲咩秘密，你啲咁嘅资料啊，就算唔同我讲，都会同其他新闻媒体讲噶啦。我只系希望你可以等我俾佢哋早一步拎到呢啲资料啫。只要快咁一步，我就会有优势。你做咩要咁搏命啊？我不嬲都咁样，只系你唔了解我。这个是我新的电话号码，之前那个我停了机。我一早都说你换了电话的啦。那怎样？要不要帮我？好啦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只会告诉你你可以知道的事，其他组里面一些不可以公开的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知的。那就够了，已经很够了。廖志芳，做乜啊？快啲过嚟！哦，即刻嚟。咁讲好噶啦，短信我你嘅资料。睇下点啦。